郑彦上人一早来到慈济屏东分会，看到许多资深志工，郑彦上人一一给予祝福。接着跟屏东实业家及核心团队温馨座谈，听到人人用心、木心、木爱援助国际，期许翻转东非居民生活。希望有这个因缘，咱大家人爱的力量，小店、大店、大小店合起来，应付真多人。 改变因的生活。除了关心东非，针对屏东近日的龙卷风，郑彦上人也期许人人面对大自然，定要谨慎虔诚。咱要真谨慎虔诚，当然啦，多做好事。好，好代志叫做福气，一代叫做气血，也是一股气形成起来。 那福气呢，等于这股气呢，安尼改遮盖。屏东地区志工也分享他们配合县府的长照普查，进行社区关怀跟人间菩萨招生，要持续散播善的力量，用爱化解灾难。大爱新闻学林道明，屏东报道。 医药话题来关心药物过敏的问题，像是磺胺类药物算是老药，可以治疗青春痘、泌尿道感染以及。